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又来到我要捏捏，看我会，看我的捏捏。这一次请来的泽平，你终于来了哈！我终于来了，你很会捏嘛！我只不过做卡卡西而已啊！你嘲笑我的卡卡西，嘲笑了多久了？卡卡西，终于轮到你了哈！是有多会捏？好了，第一题都是动物，好不好？好，游戏开始。峰哥一脸错愕，这要怎么接？哎呦，交关完成了啊！我知道了，三十秒。那叫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叫蚌壳吧？蚌壳是不是？差不多。对，类似那种东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挂包。挂包，好像，好像，好像，这是挂包，有没有？超像的动物哎，动物，这是我养的挂包。大家好，动物挂包。所以你们猜什么？是什么？那个，其实它只有一个字。棒，一个字，棒，蛤蟆，哈哈哈！你看，我们刚刚俩真的很想要说蛤，哈，这只是吃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捏挂包了。游戏开始，快点，可是它的字很长哎，我们捏后面三个字就好了。好啊，好，我现在要双手并用。绿色又白色，绿色白色的头，然后是小吃，就是拿三根哎。对，好，你完成了，它是一根哎，好，三十秒。哇，结束了，冲吧！你这干嘛？你这怎么了？这个形状太，这个形状太怪了。我知道，我仿佛看到我上一集的变色龙。三星冲吧，三星冲，对吧？冲啊！要三个字，对吧？三星冲啊！三星冲，有像吧？有像，有秋风的很像，秋风的很像。还要吃这吗？你还要吃吗？不可以啊！游戏开始。你可以借这个盒子吗？你要借盒子哦，所以像是炸鸡桶之类的。不行啊，你有盒子，我没盒子。你一拿一个盒子啊，没有盒子可以用啦。那不然就自己做盒子。你要自己做，三十秒，居然要盒子，没有盒子的东西，所以也是吃的嘛。对，都是白色的，是不是草莓蛋糕啊？三，感觉不像蛋糕，蛋糕没。那下面那是什么东西？草莓塔吗？哎，他们其实做的几乎一样。我们是很有默契。我知道这是草莓啦。我觉得你是不是做了这么多件，你慢慢的熟练了。草莓杯子蛋糕，四个字，不行，这都讲过了。草莓奶酪。哎，哦，哎，这应该很像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我是奶酪。啊，难怪你想得到。这应该很像啊。可以吧？我觉得蛮像的吧。是我们的想的方向想错了。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做的好棒。动漫了啦，动漫了，好不好？困难题。游戏开始，又是这东西！我告诉我每次，我知道是什么了，很难哎，每次都是你。当泽平一讲到这句话，我就知道是什么了，又捏得很难捏。又是他，真的，泽平每次都碰到他，真的假的？三十五秒，你在捏什么？你在捏什么啦？二十秒，你没有头啦？头去哪了？头太小了。就这样，五、四、三啊，是那个。一，好，我知道，我就不猜了，你们两个猜吧。那个太明显了。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每次都是他哎、欸，每次的每次都是他。这样为什么可以猜出来？不能猜其他东西吗？没有啊，你跟蝴蝶结啊。蝴蝶结啦，还有蓝色衣服，这两个就够明显了。而且又是动画。对啊，然后这边又多一个足球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再一题好不好？他不可能连出两题吧？一样动漫题，动漫题，下一题小懒，游戏开始。谁呀？我觉得我们猜不出来，我觉得我会猜不出来，完蛋了。谁？还有什么特征吗？他是说这谁？哦，平凡人，我们要想平凡人。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啊。没关系啊，知道那个动画，知道那个动画，那你就做出来看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。真的很难呢。哎，只剩三十秒了。你好了？我还没好。吓死人了。十、九、八。七、六、五、四，什么啦？这是什么？一，这是什么？我这个只能猜出它的动画而已。那部动画是哪一部动画？到底是哪一部动画？什么？一张脸啊，然后这是正常的脸，猜不出来。啊，懂吗？面包超人不是哎，你明明就看得到题目，你在那边。对，这是脚嘛？什么啦？然后眼睛、嘴巴，而且我没看过。然后说这是一个脸哦。对，这是整张脸，然后有一撮头发，有一撮头发的。哪一个动画有像这样有一撮头发？其实不多哎。你们猜出来了吗？你有想法吗？你有想法吗？没有想法。我讲个字，你们大概能知道。好，你讲一下。腕，主角都会腕，腕什么？啊，
万什么？我知道是谁了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会出这题啊？什么？对啊，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？动画是死神啊，人物是露琪亚、啊。哎，对嘛？你们看，比我做的很像啊！有头发可以了。我没看过。你自己看那个主角是不是戴那个面具？要万劫啊！我的头发很像了，好不好？有87分像。我现在看得出来了。我完全不知道你在捏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哪有、啊？柯南捏最好。不是三星冲吗？三星冲啊，冲好啊！我的棒可以捏很好啊。是两个都不错了，两个都不错了。你不觉得我的很像大蛇背吗？这冲跟那个冲根本长一模一样。你跟我说这两个。这个比较像啊，这个比较像，好不好？三根吗？对，所以可以猜出三星冲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是超难的，我是露琪亚啦。你知道我刚刚看那个死神画面，我们两个就对视了差不多3秒钟，然后靠，超难。那 Jerry 吗？哦，对呀。Jerry 也要来吗？来啊。